88.8一路发发发发，干！我觉得戴瑞跟海盗其实没有很搭啦，嗯，要说很搭也是算很搭，可是你要。有少龙吗？我觉得他的稳定性比较比戴瑞好、啊，其实就很会很想要偷啃骑手啊。这里空过其实挺憨的。我有些新的手不用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他打平手的话，就要拿这个。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仰赖小猫了，我们仰赖是 T1 token 的 T1 宝宝干。等下为什么？哦，他是恶魔之王的时候拿的，我算得出来吗？我搞不好算得出来，这样有点亏，这样真的亏啊。那东西应该也不多了，这个可能可以。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完美压能力耶！敢痛痛！魔麒领航员，fuck， 是泽鲁斯哦，啊，泽鲁斯就泽鲁斯吧。T 五，我想要这轮没龙吗 ？T 五，我想要。其实如果拿到上将，我们大概会转，大概会转海盗吧，会吧。拿到上将还不转海盗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玩海盗了。其实拿到上将好像还是不能玩海盗，哦，边境哦，其实还蛮想打的，打好了，我们干大的。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这边有点不知道要拿什么，虽然拿很多六星卡是不错啦，就比如收割机。六星卡倒也不错，可是五星可以拿的五星卡、啊、感觉不多，对吧？可以拿的五星卡不多，所以感觉还不如前期打稳一点。因为我们在三轮又可以再挖了吗？我感觉应该不急啊。每四轮就给你一张金卡，其实还蛮强的。感是应该要相信一下、啊。他说带一个海盗，带一个免费海盗来见我了。哦，第二个免费海盗。那个，我的生死。啊！抢到爆、哦！
我们要抢下路，要抢路吗？干好痛哦！但这样可以抢五吗？我们要打他，应该不能抢五啊。啊，观众好多啊 ！What the fuck？啊，我应该先上这个的。可以的话，用一个走向。我的盾为他自而自然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百分之百胜利，啊，阿比盖尔。全力出击，八八点八一路发，发发发，哇，两个绝金哦！他只有一张金卡吧？哇，他只有一张金卡。再会。哇哦。大明星超级打工仔，对吧？这打工仔其实有点走不了。百分之百，所以这个差不多该走了。应该升级哦，有点可惜，我们少挖一轮呢，不然我们下一轮就可以拿到金卡。有两，他既然在玩海盗，然后他在玩机械，不过他应该是双绝金啊，所以我们愚人其实还蛮重要的。很好，胜利。
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，我要玩就玩大，不然干脆回家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事，你招募的部队看你能怎么样。有点难想象这样不会赢的状况。98.1，大胜利。OK， 赞赞。我们有一个金卡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干！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先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已经理论上不会输了，因为这个会跟这个换掉，只是会不会把他打死的问题，会把他打死。可以 GG。三只鱼而已，有很少的几率，还挺高的。四大鱼神重出江湖。他没有，他那只没毒，这样我赢了，赞赞，他死了。他绝技应该蛮大的，所以这个其实蛮好的。这就不合了。我在想要拿这个换这只，好像可以哦。
其实有没有决赛有点难讲，有可能，有可能他不会死。98，只有0.1%的几率他不会死。看这只，这只拿得很好、啊。狙击四米的，吃鸡，这个金大明星就这样子用下来，这还超大的，远离海盗用鱼吃鸡吧，有多拉玩鱼第一，凯撒吃完鱼第一，哦，怎么都是鱼，怎么都是鱼，完蛋了。